好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不是生完了，我们不敢让你上这个单元。对，要不然在现场就直接。那刚刚那个太可怕了啦！我想一下，就可怕。安娜贝尔吗？海军怕什么？海军应该怕空军才对。空军在轰炸的时候，会那个舰队很危险。有厉害的厉害，这婚后生活一切都好，很好，跟婆婆相处。很棒，哎，住一起吗 ？NONO 现在很乖哎，都不出来跟我们鬼混哎，没有，体力也变差了。如果打稿，打稿，打稿，再打稿，对不对？铁杵磨成绣花针嘛，对不对？家里都供应不够了，还想再说，我对不对？做外销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阿丽有惊的没讲不？哈，有绣花针的哪一类？还是我们安娜贝尔玩气球？哇，综合起来，我怕有毛的东西。哎呦，有 NONO 毛那么多。所以我超多的，越怕越舒服。所以我怕它。超多。我怕那种鸟。哦，鸟。多哥的话，多哥的哎，哎，大鸟是专摸呢。大鸟，哎，大鸟，大只的鸟，那就是老鹰嘛。就是所有鸟，大小鸟都怕。好好加油。好，今天带来这一首歌啊，因为海军的歌艺是真的很棒，超厉害，人家是歌唱比赛出来的，实力派的，是不是啊？呢，对啊，对，以前得到第几名？第一名，冠军是哪里的比赛啊？龟山乡公所，不是美浓镇公所，不是啦，真的假的啦？不是啦，那个是闽南语歌唱比赛，很厉害的。对啊，就是亚洲新人歌唱大赛，哇，真不简单，谢谢，不简单。今天就带来一首歌曲，我们准备一个东西处理一下。嗯，好吧，忍住，哎呀 ，OK 了，我克服他了。不会，这节目是综艺节目，都一定很可爱。有没有怕鸟类一出来是什么那个什么 Angry Bird 嘛？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出来个芝麻街，芝麻街那个，或者是那个什么大雕就走出来了，对呀，神雕侠侣。甜美可爱的朱海军，面对恐惧物，他会做出什么反应呢？要不要试试看？会飞回台北啦？飞回去彰化，画掉贵啊！哎呦，一个真正老鹰呢！
哎呦，他的毛好摸吗？哎，这个哎，宪哥他切你，他切你耶，他好帅哦，不要随便乱摸哎。对呀对呀，哎呦，很会啄人，可以摸。他这是什么音啊？红尾狂啊！哦，我天哪，这么晚他精神还这么好。哎，等一下啊，那个海军姐在哪边？哎，人呢？哎哎哎，哦，等他啦。喂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今天过来，翅膀摸一下过关。没有。不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来了，来了。哎，这个毛都没有那个毛多呢。什么毛？不一样的毛，那个会卷，这个不卷。那个没有，他的头可以，头可以转这么远。他怕直的啦，你直的他会怕啦。哎，他的眼神真的蛮凶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帅哦！那这个不是宝玉类的吗？宝玉，宝玉，阿丽娜也在一起，因为这是合法进口的啊。哦，可以 ，OK， 有身份证的就对了。哎，有塞底斯。啊，会掉毛吗？换毛会掉，他每年会换一次。酷哦！啊，这是公的母的？这只公的。公的，公的，哦，好帅哦，好帅啊！我们可以养吗？养了会被关对不对？好了，我已经不知道要跟他聊什么。真的，要不然就把他放出去吧。他可以，他可以在那个宪哥的肩膀上吗？哎，会不会吃他的眼睛？哇塞，他咬他耳朵了，咬他耳朵了。有话题可以讲。他真的住在彰化吗？对啊，没错。好。啊，他平常吃什么？吃肉。吃什么肉？什么肉啊？人肉吃吗？人肉不吃啊，他咸咸的不吃。宪哥，让他回去了啦，他累了啦。好好，让他回去了是吧？对。啊，露露你先回去。不行，露露，我休息了。辛苦辛苦，好了，不会了，摸一下没什么嘛，来，还好嘛，你看这个，哎，其实它毛毛很柔顺，它的质感很高级耶，对，啊，它会抖吗？不会，主要是脚，对不对？对，它爪子很厉，爪子哦，汤姆汤姆汤，哎，它会握手吗？抖倒钩，握握看，算过啊，哎，下次好，哎，不是，那如果你叫它攻击，它会攻击吗？他具有这种攻击，他还会叫他拜年，你要叫他攻击谁呀？你那你有办法这样丢过去贴在头上？不要！好了好了，算了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帅哦，谢谢。好了好了，谢谢伊先生，哇，好帅哦，你呀嘛，好像养一只哦，就一只鸟，嗯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不是普通的鸟，来了来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这一只还没有刚那两只白的恶心呢，对对不对？好白的好下流哦，它里面还穿小裤裤，看起来快吐了，好恶，而且还趴在你前面，你穿那么短，这样没有啦。对呀，这样你也怕，这样也怕，这样也会怕，这个也怕吗？属老鼠对不对？我属啊。我属牛，属牛怎么会怕牛？你是什么时候发觉自己怕这种东西啊？好像就小时候开始。小时候哦，好可怕，人怕牛哎。他都站在校门口，对不对？哦，牛来了，才会被吓到。变态，变态，你有没有蚯蚓？有点面善，有没有？而且他都穿那种大大的衣服。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，好不好？差不多。对啊。好了好了，再一次给他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谢谢，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哇，哎，我们这样吓人也不对嘛。可是为什么我们笑得好开心哦？对呀，观众也笑得很开心。这是什么心态嘛？来，高。